前期太劣势了。要不要我拿个狗一来去骚扰他？骚扰也可以啊。我一来拿狗去把 BR 卡勾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去吧，去吧，妈的！不然被他们那个这么练，他妈。路练的还有点烦呢。烦得很。直接到二，这其实你只要干扰到他一下，他都很伤的。我们把他来赌个运气，赌到暗夜那一边就好了。哦，读错了。没事没事，还是能搞到。啊，这位置中的有点远啊。对啊，不一定勾得爆。开个共享。主要是那个啥晚了点。我把钱还你一百，没啥用的。啊，行。那就这样吧，反正我这个狗跟他农民差不多的攻击，我就不信他能当着我的面连得下来。只要你抢到一个。嗯。抢到一个就可以，卡他一位。前期就是心机呀。好像摸到一个，那个拍死一个。好，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波不亏。赶紧跑！这波不亏。可以啊，提提这个零机动大法师这次到不了三了，到不了二了，到不了二了。我就陪大法师吧。我也去，反正他们也是大法师。我现在家里啥都没有，空的。你去陪我，去你去陪吧，我也打他。好好好。我这双兵一百，先把他给吓回去。还是到了。他练三三二了呀。嗯。练的有点快，对，他是双敲的。也行，这样他过来嘛，其实还是赚的。多尽量耗英雄的血，他们就耗英雄回复手段，只能喝井水。我升基地了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来塔了。他刚才看到我双兵了。他来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我也升了。你赔吧，这边 KO 就半血了已经。嗯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我家了。那我把基地退。没事没事，别退，别退。退了退了退了，这我肯定要守的。不一定是真的卡。不管他真不真的，这一波必须要来呀！我是没有那个的，没骷髅棒的，我还得回家一趟的。行吧，啊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还真来了。我 TP 过来吧。不急不急。稳一下稳一下。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慢一点。好。哎，那个位置我可以好多种方法 TP 的，那我先不过来啊。不急不急，他这个塔有点远。我连个失忆再过来。我的塔快造了，快造好。要来了。那我过来了。要来要来了，要来强撸我了。哎他妈的！造好的时候被撸掉了，
哇，一把伞。没事没事，住我家了。一级建成可以接受。来帮我代替贴个呀，英雄在。我要不要去买个熊猫呢？还是小玩？快好了。就别熊猫了吧。那熊猫也行，熊猫也行。我怕小玩撑不住啊，他们已经在造了。熊猫也行，来过来帮。马上马上。我在等二本。哇，已经后面两个好了，这有点难。把前面这个塔撸了就行。我去撸步兵。嗯。哎，真的是烦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一直留着一个残。他那个 BP 推不进来就行了。我 DK 我。撤撤，往里撤。扛不住了。哇，这 BP 有点多。主要没有地方造车，有地方造车还行。哎，我失误了，我不知道他里他上面偷我 BP 了，我不然我之前四条狗直接可以把那个 BP 一拆就好了。我把药膏运过来。哎，造你没造没二本是吧？没二本，他那么推倒无所谓的，你有二本的兵儿啊，还可以打。我的阵型展不开了，这个。关键是展不开，太难受。被偷到了，这个是。蜘蛛蜘蛛小心。嗯。展不开啊，我的大技完全上去了。DK。嗯。哎呀，我下次注意了，就是那个我过来的时候，我拿一个那个狗侦查一下我家周边。因为像刚才他那么硬塔的话，就我不是我们俩回去了嘛，他那个塔实际上是起不来的，他是提前我忘给你木头了，你一个人虽杀了很久，但后来是因为没药了才回来的，有药的话能直接烧死，我感觉。哎，我操！什么？在哪？黑团呢？不是不是，这是我的，好像。好像 shift 卡住了的，这我点一个农民都是点一坨的。哦，那 control 卡住了。control 卡住。对的。我也有，我这键盘也有。现在它。啊，基本上用多了都会有。妈的，伤啊！我的祭坛才放。主要是会脱边呢，主要是会脱边嘛。
这个祭坛卖了100，还能接受？差不多，慢了，差不多3秒吧。嗯，5秒左右。小事情。前些陪你烧着玩，回来练级。嗯。就看，嗯，我觉得你买2个进化吧，你就得赖着他疯狂不走的。他要买粉，一个够了。哦，行。2个就没必要撑太久，也没有用，就撑太久 ，QG 就带粉过来赶你。就撑的一会到天黑过一下就得走。你要木吗？我要还你。不用了。肯定就是开中间了。嗯，我在往那边跑。我已经缠我了。他拖时间去了，又缠一个，他都不行。哎呦我操！秀的一逼，他把我秀了一下。我骷髅棒给你，我走了。你走，你去练级了。录不上。上次。我他妈这一把拉了多少精灵过来呀、啊？拉了好多精灵。练完练分化。嗯。这不好杀了。可能他们要过来，我得先练呢。你先练，我买个单船。我知道。嗯。哎，我就被抢了，你妹呀！经验呢？都被抢了。经验被抢了，被吹了。没事，待会。小心，好、哦，嗯，哎，还行，大了我，救了我，在屠他身患的农民，他还有一发残，嗯，啊、哦，可能有2发，不行你就 TP， 我不 TP 了，我反正都打成这了，还打成我去你家了，这还要死个蜘蛛，这没办法。你妹呀、啊！真的是，
哎呀，那个乒乓球哪给砸来的？要练吗？可以啊。嚯，那农民就干我先生。这东西快回来。哎，去你家了。嗯，去家。TP 了，好好，屌子不行啊！那个回去了，那我走了。两个 TP 了，嗯，我操我操，好友的干团，练练级，嗯，练不，练三三五三三，我操，都练完了都。那等下次我带大 G 一起去，他那里不管的，砍了无数个农民，但太多了，嗯，去你家了，那边二本好了已经。把这里练一下，把这里练。让我单练。去你家。我直接升三本了。去你家。不是三本了，二本半命吧。那我要，哎，喂，跳机跳机。嗯。上，变了不未必能杀了。找到方面吧，那边直接去暗夜基地吧，暗夜基地是直接跳三本的。随便可以。走吧，走一起啊。哎，在这里是开矿吗？这里分矿。没有没有 ，BR 那是直接去暗基地。走走走，还拖时间在这儿。走。嗯。直接去就行了。哎，暗夜在这儿，暗夜在这儿，你走错了。老人来我这儿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我回去。那没法搬了呀！哇，他有暴风雪了呀！力气吃雪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无所谓。TP 了。好了之后来打击你，嗯，好，扛住就来。哎呀，妈的，我有机会干他的呀！
小歪离得远了一点，他暴风雪很烦。去屁了，回去了。过来过来，快快快快！路上路上路上。哦，完了，真的活不了了。不一定不一定，可能刚一下。完了没了，我瞬秒。哇，这个输出有点高。暴风雪这个点没太高，咱们前期打的有问题了点，我跟你都变相的被他拖时间了。哎呦我去呀，暴风雪砸死人了。前面咱俩打的有了问题。想